庄周梦蝶，还是蝶梦庄周，有时候真的很难分清楚。你们以为在做梦的人，也许是最清醒的。又是这个梦，父亲说梦里的那些都是我生病之后的幻想，他不肯相信我就是古希国的公主，不是这个时代的张一梦。我穿越回来了，我们好像在哪见过。你是否想起什么？宫廷玉液酒180一杯，大锤80，小锤40。你也是穿越来的？难道他就是我要找的人？你们这剧组有意思啊，看病还要换古装。你们这演的是哪出啊？不管我们怎么演吧，他能看到的都是公主和将军的话。你们引起的那个方案，我打算试一试。这不是正经剧组啊。不正经的剧组，那小姨我的更有兴趣。113机位布置完成。开机，113信号清晰。又不是问题，他的显示器画面断了，没事忙吧。各部门注意，梦梦快醒了。其实根本就没有穿越，现在我必须让剧情重回正轨。